李白嘟嘟嘴，杜甫眯眯眼，你俩在干啥呢？让找出十处不和谐的地方，我看你们俩就挺不和谐的。把它缩小看看，哦，这是上演起了泰坦尼克号呀！你这个怀里还有一个 LU 的皮带，这还有一个海洋之心，这全都是李白送你的吧？怪大方的。手里还有一个遥控器，哦，自拍，怪不得在这嘟嘟嘴呢。往左边看看，我手里拿了一个高脚杯，这手指还挺纤细的，你还会不会享受的。这还有一个救生圈，这边这是一个灯塔吗？核潜艇，有点东西啊。这上面呢，战斗机。再往左边照照，哎，这个蝴蝶结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没问题。左边铁锁，这里，哦，这是那种CD 放 CD 的投影仪。你俩是要投到海上去吗？这还差两处，两处，不是，我严重怀疑就是你们俩吧。